是这样子，如果换要用这个换的话，你的力量这样子变，这个力量是这样子走的，你这个就回不到大鹏展翅，你要穿就是用这个穿，可是这个就不顺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如果是这个样子，我到这个地方来，我这个手转过来，我是往前去，这个力量就不一样了嘛，看不懂？所以同样的一个这个换，同样的一个从头上换，同样的一个这个换，我这个换过来，我这个手是这样走的。你看，我们如果要变成，比方讲，我们变成单峰朝阳，都是用这个，因为这个是上往下嘛，这个就是下往上，这个顺，这个顺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同样的一个这个，如果往前面延伸的话，它就变成前后进了嘛，变成前后进了以后，这个就可以变成这样，听不懂？我如果这个转到这个地方，转到这个地方，我往这走呢，我往这走呢，它又是另外一个进，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是不是这样子？那这样也可以啊。可以变什么？问题是你要变什么嘛？那个力量你要变什么？这样懂吗？同样是一个起嘛，同样是一个这个动作，我到这个地方了。比方讲，我是到这个地方了，我的力量把它引导到这里是一种变化。我把力量引导到这里是一种变化，我把力量引导到这里是一种变化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啊，这就是力量流动啊，看你下面要接什么，你去决定它的力量怎么流。我们要练的是这个东西。看不懂啊？那你那水流下来，它可以直的 下去啊，也是它流啊。同样的源头的水下来，它可以转一个弯啊，它可以变成瀑布啊，也是流啊。它可以九转十八弯啊，它可以这样子也是流啊。听不懂？那就是一个力量，你怎么去掌握它的流动的方向，去到你想要它去的地方。听不懂？练变化就是要学这个的。好，所以应该你们每一个人练这个东西，每一个人都不一样。啊，再往。